我们通常都会用满满的胶原蛋白来形容一个人的肌肤状态很好，很年轻。想要谁能光滑肌肤是每个人的梦想，所以从古至今都在寻找能够让皮肤永葆青春的秘籍。但很多人25岁之后皮肤就会变得松弛，到底怎样才能一直保持肌肤年轻呢？此秘籍便是胶原蛋白。那么胶原蛋白与人的皮肤和身体又有什么样的关系呢？胶原蛋白是人体中一种非常重要的蛋白质，占人体全身蛋白质的30%以上，在人体90%的部位中都可以被发现。它广泛的存在于人体的皮肤、骨骼、肌肉、软骨、关节、肌腱组织中，起着支撑、修复、保护的三重抗衰老作用，所以被称为骨中之骨、肤中之肤、肉中之肉。哇，原来胶原蛋白与我们的身体有着如此密切的关系啊，可以说是真皮层强而有力的后盾，当然对皮肤的作用就不言而喻啦。我们在婴儿时期的时候，皮肤是最晶莹剔透的哦，因为皮肤中胶原蛋白的含量约为80%。但是随着年纪的增长，紫外线照射、不良生活习惯、工作压力过大、辐射、环境污染等原因，面部两颊开始出现细小毛孔，眼角处出现小细纹，毛孔不断变粗大，色斑、皮肤干涩、晦暗随之出现，额头的皱纹也在逐渐加深。此时胶原蛋白流失20%左右，当肌肤开始塌陷、下垂，甚至脸型轮廓都发生改变，这时皮肤已流失近40%的胶原蛋白。所以引起皮肤衰老及一切问题的主因都源于皮肤中胶原蛋白的流失。哇，天哪，胶原蛋白快来拯救我的皮肤啊。常见的补充胶原蛋白的方式，食补。其食补对补充人体皮肤的胶原蛋白作用是甚微的，因为普通食物中的胶原蛋白都是大分子蛋白质，吃进肚子里后需要被降解为小分子碳、氨基酸才能被人体吸收哦，可是吸收率却只有2%左右。如果想要补充几克胶原蛋白，你可能要吃掉好几斤动物皮哦。动物皮脂肪含量高，不仅担心身体会发胖影响体型，还会有心脑血管疾病风险，影响健康哦。那么有什么两全其美的方法可以能够让胶原蛋白有效地被人体吸收利用呢？星云胶原蛋白粉，德国进口，原料来源安全，优异的品质，没有副作用，可以安心放心使用。独有的专利技术制造专门针对皮肤的胶原蛋白肽，能够刺激人体自身胶原蛋白的产生，功效强大，能快速溶解，溶液澄清透明，口感舒适无异味，精美独立小包装，方便随身携带。星云胶原蛋白粉主要是针对于皮肤、关节、肌腱、韧带、骨骼的胶原蛋白，为肌肉运动和细胞的新陈代谢等过程提供所需要的营养物质，含有维力素专利成分，更在40个国家申请了专利。专门针对皮肤健康的胶原蛋白，可以增加皮肤的弹性，减少皱纹，改善皮肤表面结构，减少脂肪团，作用于肌肤的真皮层，肌肤明显光滑紧致有弹性，还能促进毛发、指甲健康，保持头发与指甲的柔润亮泽。每日推荐量为5到10克，1到2包，可以把胶原蛋白粉混合到酸奶、牛奶、果汁等各种饮料中，也可以混合到汤里、菜里，还能混合到冰淇淋、甜点里，不管是什么食物都可以，而且不会影响食物本身的味道。专利成分维力素可以达到99%以上的人体吸收率，所以任何时间服用都不会影响吸收效果。重要的是需要坚持服用，建议早餐或睡前食用，固定时间食用更容易养成习惯。星云胶原蛋白粉，不论任何阶段都可以使用。
对于老人来说，可以改善关节骨骼健康，提高睡眠质量。对于男性来说，补充胶原蛋白能够减少运动对关节造成的危害，塑造结实健美的肌肉，改善皮肤健康。对于爱美的女性来说，美容养颜，想要拥有光滑水嫩有弹性的皮肤更是少不了它。对于处于生长阶段的青少年和儿童来说，补充蛋白质营养，帮助更好的吸收钙。西云胶原蛋白粉，为你量身定制的胶原蛋白质产品，全方位美容保养，同时尽享乐趣，让你的美丽由内而外绽放。